快了快了，不要催人家。大厨，我们快要喝醉了。侯小姐，啊，要有耐心。报告大厨，请问我可以帮忙摆碗筷吗？好啊。辛苦辛苦。小心烫哦。好。不好意思，又让你们久等了。请问我们之前早上点的那个泡菜牛肉跟蛤蜊丝瓜呢？我点你喜欢的，比如说泡菜牛肉啊。蛤蜊丝瓜可以的吧？我想说这个，因为真的弄太久，我把这个先弄出来，因为那个丝瓜要处理可能要一段时间。对，还是我现在去弄？别，我们就这样子，非常好。来，黄大厨，你先为这道菜命名。Ken 的爱心锅 ，Ken 的爱心锅。但是现在三点嘞，才三点啊，搞到三点。你太棒了，刚好是我吃饭的时间，我不都是三四点吃吗？对啊，刚好我的时间呢、啊。忙真的是真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侯佩岑，为您插播最新消息。今天我们发现在台北市的信义区出现了一个快乐的家庭，因为这个先生突然之间决定了要第一次下厨给自己的太太还有自己的丈母娘来品尝。我们采访到了新闻的事件人黄先生。黄先生你好。你好。好的，黄先生相当的木讷，相当的可爱。今天是第一次做饭给你的太太还有你的丈母娘吃，是吗？是。我觉得做菜真的蛮辛苦的，尤其是那个准备切菜啊洗菜。好的，答案非常的无聊，但是没有关系，他已经很认真在回答了。那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的下厨打了几分呢？70分。这么高分哪来的信心？他们都有吃点。你觉得你的岳母跟你的太太有吃饱吗？没有。你自己有吃饱吗？也没有。你下次还会再下厨煮饭给他们吃吗？应该很久不会了。很久不会了。好的。很高兴我们采访到了黄先生，他第一次下厨给他的丈母娘还有他的太太吃，在感觉上来说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不想再下厨了。